欢迎 Dragon's Beauties 小龙女，欢迎，耶、yeah ！好，今天呢，哇，新装登场了，对不对？一上台，我们先请大家啊、来跟我们所有的球迷朋友逐一打个招呼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因为麦克风只有一支，我们从这边开始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拉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新璇。再次掌声给我们的小龙女，今天呢换了这个新装，哇，登场，有没有人要来发表一下？星辰这边来好了，对于这套新的服装觉得怎么样？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觉得非常的可爱，而且满满的日式风格，对不对？搭配了我们今天马上要登场的这个日式应援曲《飞龙成鱼》，想必会非常的搭配。那这个应援曲，其实前面有跳过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一些球迷朋友可能还不是太熟悉怎么跳，所以今天呢，就请到五位要来教大家一下了。所以大家等一下除了拍照之外，也要把这个动作记起来哈，等一下在比赛的时候才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跳舞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新璇老师。好的，希望等一下大家在教学的时候，把你们的相机放下，跟我一起做，好不好？大家等等，如果学起来的时候一起做。那我先教你们飞龙成鱼。我们前面呢会有一个八拍是前奏，然后之后第二个八拍我们会拍七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然后呢，这时候你们的右脚踩出去，然后你们的前手先打，我们一边都是打八下，所以一，然后由上往下打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然后再换另外一边，所以你们会踏你们的左脚，那一样也是前手，由上往下打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这个动作呢，我们会做八次，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之后呢，我们会拍三下，拍两次，这是球员名，拍拍拍拍拍拍，这两个是要喊我们的球员名。那我们今天就喊郭天信好了，所以会喊郭天信，郭天信。然后之后我们双手往前，卡多巴塞，然后一样郭天信。这样大家有没有学起来了？有没有？那你们等一下要跟着我们一起做吗？那我们先试一次好不好？你们跟着我们一起拍三下，拍三下，然后往前，然后我们讲郭天信，可以吗？我们来试一次哦，五六七八，郭天信，郭天信，卡多巴塞，郭天信。好，相信大家都学起来了，那我们要来放音乐喽。哎，大家跳起来呀！大家你们将心放下。好，我知道你们现在想要认真记录，那等一下在球场要跳给我们看哦。那等一下喊起来。很简单吧，这还蛮简单的，对不对？你们就把它记起来，八下八下，然后拍拍拍拍拍拍往前，非常的简单。